公司决定，从现在开始暂停泽一的所有商务活动，给他好好放假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放假？你们知道张立川导演吗？他最近那个喜欢你是封好评还不错。关导。哎呦！久等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真是。坐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你太难约了。哪里，我今天啊，就是想提前跟泽一聊一下，然后提前了解一下。啊，泽一，一说到泽一呢，我就真的很不好意思了，管导。我在这里必须要跟你深深的道个歉，因为泽一最近的工作团队换了两个工作人员，我们 schedule 交接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你看今天，我就把泽一的时间弄错了，他到现在的活动还没结束呢，还在路上呢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对，要不我们再等一会儿好不好？我们先聊一聊剧本。没事，反正我都等一下午了。晋泽一是大咖，我一小导演，多等等。啊，没事。馆长来这么久，饿了吧？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也不拿点吃的，拿点喝的。阿泰，赶紧去。好。弄点好的啊。这个剧本我也看了，我特别。用冲沙沙来一下。好。那个泽一今天还一直跟我发信息沟通来着呢，说他写了一个人物小传，等他编辑好了，他发给我，我转发给你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最近都很忙吧？是。那他还有档期吗？有，当然有档期。馆长，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么忙吗？就是为了赶在您开机之前，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活动。等到您戏一开机，我保证后面所有的商务活动啊、时装周什么都没有，就踏踏实实在您组里好好拍戏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哥，你接电话呀！你们一起看剧本，聊剧本啊！那怎么办呢？经纪人不得什么都会吗？是不是？Tiffany，你找我来的正好。来，馆长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公司新签的艺人程莎莎小姐。最近一直在热搜上挂着。哦，馆导，中国著名的导演。导演好，我一直很喜欢你的作品。是吗？来，而且你本人好瘦啊。还是打不通吗？你先去招呼着。来，关导，吃点水果。喂，你不是想见关导吗？怎么样，关导，我们莎莎是不是挺可爱的？不错。哎，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吧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订好了一个餐厅，特别好，我们去试试。走，来一起。你什么星座的，馆长？白羊。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对啊，这一顿等你，等到天荒地老了。你看我这记性，馆长。我把你和泽一的时间约错了，我把林希全的时间也约错了。我是不是来正好介绍一下，中国著名导演馆导，林希全，最近当红的小生。导演你好。你好。之前一直就很想见您了，没想到今天能够在T姐这儿见到你。哦，这就是特别红那个网红，对。其实你有很多片子我都看过，我特别喜欢您拍摄的风格。你们先去啊，我一会儿就到。陪着去啊。哦，好，记得把单买了。哎，姐，这好像馆导的作品啊。馆导才不会拍这种东西呢。馆导，馆导。
接。喂，哥。喂，阿泰。怎么样？关导。关导。走了。走了。哥，你怎么才打电话过来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林希泉刚刚来了，他们现在吃饭去了。林希泉？他来干嘛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先这样，我明天去公司。挂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公司的事情。你和 Tiffany 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这话说一半。别动我！碰一下怎么了？我今天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迟到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那你这么着急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电影院信号不好。那我给你打信号就好了。带头。哎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刚才你不靠我肩上吗？我的腿伸一会儿怎么了？你少诬赖别人啊！我什么时候会靠你肩膀上？哎，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承认，我就伸一会儿。哎呀，别伸一会儿。走开。不走。不拿开是吧？是。哎。不是说了吗？所有的宣传方案必须得过会，不过会怎么可以下达呢？以后电子版的先……不好意思，堵车了。没关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来宣布一下，公司决定从现在开始暂停泽一的所有商务活动，给他好好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放假？什么意思啊？泽一所有的商务活动先暂停吧，能取消的取消，能推后的推后啊，剩下的等我通知。那取消的话，演唱会怎么办呀？演唱会啊，无限期暂停。散会。蒂芙尼，关岛的事情是我不对。你昨天晚上是跟他在一块儿吧？是。你是中邪了吧？因为一个女孩子在工作期间无故爽约，关岛，你说见就见，说不见就不见。你有没有对你同事一点点的尊重啊？这不是他的原因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对你无话可说，你回去吧。身体不舒服？你还有事吗？演唱会我都说了，你所有的工作无限期暂停。是因为林希泉吗？阿泰说他昨晚找过你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都没关系。